脚的大拇指有痣，那叫做富贵痣。可是我脚这边有一颗哎。哦，好嘛，我看一下。其实这一颗痣来讲，其实它就算是贵贵痣。你这个医生的说法是，其实肢端手脚的痣呢，我们要特别小心鉴别诊断的，其实是黑色素细胞癌，也是癌，对，好可怕哦。